看到是这花莲县政府举办了夏恋嘉年华会，连续8天7夜，夜夜开唱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。好歌真的要一首接着一首，一连8天花莲夏恋嘉年华会，即使不是假日也要开唱，因为放暑假，天天都是 Happy Day。我不该去想，我就是喜欢，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，穿得很愉快。我相信自由自在，我相信希望，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。3天，但是游客们真的没在怕的啦，跟着台上的歌手照样嗨到不行。歌手连番开唱，让花莲的夜晚越晚越热闹。晚间的主题定为摇滚之夜，高亢的歌声也让民众带回满满的回忆，还有相约明天再来的音乐之约。中天新闻，姚威玲花莲报道。